们做了一个 AI 版微信，可以自动帮我聊天，下半生的幸福生活可就指望你了。写了几份学霸李小白、小奶狗李小白、高富帅李小白、娇羞柔媚李小白等等风格，供客位富婆挑选。AI 还能把微信中聊到过的所有日程相关的内容抓出来提醒我，是不是有一点贾维斯的味道？前两天林哥不是来深圳探班了吗？刚进屋就看到我正在品味当下大火的科幻战略巨作，看我玩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贤弟啊，不是我要干涉你的人身自由，但是电子游戏呢水很深，你还小，哥哥怕你把握不住，你呀还是要多见识一下现实世界啊。”话刚说完，就把游戏连着电脑一起提了回香港，然后呢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神秘的微信群。我李小白作为一个纯情的男孩，哪见过这些呀？但来都来了，我就顺手把他们也都加上了。那么该怎么跟他们聊天呢？我在前两天刚发布的 GPT Store 中啊，找到了不知道哪位好兄弟做的情感对话大师。大师果然就是大师啊，十分的睿智，富有见解的为我答疑解惑。但老的观众都知道，我每天都要高强度的工作，对接商务，运营频道，现在下班了还要同时和十几个人高强度聊天，身体是真的遭不住。于是我就在想，既然 AI 说话这么好听，为什么不是让 AI 来替我聊天呢？哎，想想就很有意思啊，说干就干。首先我们给我们要做的这个聊天 AI 起了个名，也叫小白，这让小白代替小白聊微信。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小白对接上微信，那小白可以读取到我和姐姐们的对话，这里用到了两个开源的仓库，还有 macOS 上的软件 Alfred， 然后呢把小白接上 OpenAI 的 API， 就可以帮我们自动的完成回复了。这样我们只需要多开几个脚本，就可以让小白直接代替我在微信上同时和很多人一起聊天。直到这一步啊，其实都很顺利，因为一路上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现成的工具来用，敲几行代码就行。而就在我以为这项目都已经要做完了的时候啊，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让 ChatGPT 当工具人吧，它看起来回复还都挺正常，并且呢让它模仿一个虚拟的角色来和你对话，看起来一切也很正常。但是如果让它模仿一个你身边真实的人类，而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你每天都在和正常人在微信上聊天，因此即便只有一点点细微的用语区别，都很容易被察觉到。而我们需要让 GPT 在聊天的时候像一个真人一样的同时和对面擦出爱情的火花，这就对我们给他的 prompt 还有小白的脑瓜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啊，我只能亲自上阵，毫无保留地把我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了他，包括怎么说话才能不被当成弱智，怎么说话才能不被当成舔狗，不会说话还能教。至于说遇到像这种给了机会都抓不住的版本，那就得直接淘汰。在我们调试了整整两天两夜的 prompt 提词池之后啊，终于小白才能熟练地回复消息了，为师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虽然说还称不上是完美，但是我觉得呀，我已经可以把下半生的幸福生活交给小白了。回到微信上，我用小号和他对话来测了一下，效果依然是不错的。但是小白毕竟是机器人，每次看到消息立刻就秒回啊，太勤快了，太舔狗也不行。为了防止对面感觉不对劲儿，我还给回复加上了一个随机的时间延迟。而且正常机器人聊天打字一般不用句号，敲几个字就直接换行。我根据这些习惯又简单改了一版代码。至于感觉回复不自然的问题，我里面直接加入了我自己的语言习惯，比如怎么样灵活运用哈哈哈哈、笑死、确实这些我的口头禅之类的，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正常多了？小白升级到这一步，我已经可以彻底解放我的双手，放心让 ChatGPT 帮我回复特定几个联系人的消息了。但这个还不是最终版，接下来的调试结果才是真正的震惊到我。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意识到，小白其实是没有一个清晰人设的，好像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那其实也就是对所有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当然呢，这个也不能怪他，因为他每次启动的人设都是 ChatGPT 靠自己上下文推理出来的。但是只要是被问到你家住哪儿、你多大、你喜欢可口还是百事可乐、你玩原神这种问题，立马不就露馅了。于是我觉得是时候给他添加一个角色卡了。那么问题来了，我这网搜了半天，那些所谓的角色卡就是只给了一个角色设定，离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还是差远了。就像平时看剧一样，看的集数越多，人物形象就越丰满。所以说为了塑造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小白，我们需要给他足够多的信息。但矛盾的地方就是，太多的信息都一股脑的丢过去，他肯定消化不了。当我们再一次陷入困境的时候，我点开了林哥的上一期视频，好家伙，数字灵异是吧？能做一个数字灵异，那么做一个数字小白也不是顺理成章。我先给还没看过上期视频的新朋友解释一下， ChatGPT 在前段时间的开发者大会上刚刚发布了 Assistant API， 这个 API 非常的强，其中有个新加入的知识库功能，可以把之前很长很大的 ChatGPT prompt 中根本塞不下的知识向量化来方便它使用。通俗点讲，就是把人类可以轻松看懂的文章转化成计算机也可以轻松看懂的数据库。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真实人设全写在文档里，上传给 Assistant API。 那么现在在微信上问一些小白更私人的问题的时候， ChatGPT 也可以轻松的回答出来。当然都已经写了一份人设了，我顺便再多写了几份学霸李小白、小奶狗李小白、高富帅李小白、娇羞柔媚李小白等等风格，任凭各位富婆挑选。
我们甚至可以把西游记直接丢进知识库里面。应该没有哪个富婆可以抵挡住唐僧叫自己姐姐吧。眼看各位富婆和数字李小白聊得很开心啊，我居然都不好意思来打扰他们了。而就当我已经沉浸在被美女包围的白日梦时，问题又找上门来了。是这样的，数字李小白的撩妹水平确实是高，这感情进展速度那是十分的神速。问题就在于他这也太快了，就刚加上别人微信就约了晚上的电影，然后小白他和别人约了电影这样的事儿他也不告诉我，这下子彻底是不关我李小白什么事儿了。于是晚上我肯定就直接没去啊。虽然小白这会儿已经在给别人女生磕头道歉认怂一条龙了，但我觉得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小白至少应该告诉我别人啥时候约了去干啥，这样也好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去帮 AI 赴约，我也好有点参与感嘛。于是我们直接让 ChatGPT 对接了苹果的 Apple Script， 这是一个苹果的官方快捷脚本，可以直接执行很多的快捷操作，比如说新建日历、更改提醒事项、打开应用程序等等等等。我把小白定时在每晚八点的时候抓取我所有聊天中的所有安排，然后同步到我的提醒事项中，而提醒事项还会自动从电脑同步到我的手机里。在这个过程里啊，我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操作，是不是有一点贾维斯的味道了？而现在还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现在都是小白在聊，我得知道他都帮我聊了些什么。我经常出差，为了能随时和小白交流，我们直接把小白接入到了文件传输助手里面。当我想要看看小白一天都和富婆们聊了些啥的时候，就让他一键总结我这一天的聊天记录，并且分别告诉我聊天中提到了重要信息，比如在聊天中约好的所有时间，来防止我错过重要约会。他还会能顺路把我和其他人的聊天信息也都总结出来，比如说提醒我可能意念回复遗漏的信息。你看他这就总结出来了吧，我可能忘记给甲方爸爸回消息了。哎，等会儿我怎么还没回？你看，如果我早一天把小白做出来，就可以避免掉这种事故的发生。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向小白提问一些更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张阿姨和于阿姨谁更好一点，他会细致的回复，并且会帮我具体分析哪个更适合我。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小白哪还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啊，他实际上是一个贾维斯一样的全能 AI 助手。首先先强调一下，之前视频里所谓的富婆都是为了节目效果虚构出来的，而小白能做的也远不只是聊天而已。如果小白能完成我交给他的聊富婆的任务，那帮我对接一下商务那也是绰绰有余，和现在各种成功人士的秘书功能一样，能够帮我把所有的信息都过滤一遍。而小白就是我微信里边的秘书，判定不重要的消息甚至可以直接帮我回了。不知道大家眼中的微信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跟我一样，微信早就不是干干净净的私人社交圈子了，它已经完全成为了现代人的社交基础设施。无论是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还是推销房东，各种有用没用的群聊都在微信上。因此我常常在想，在 AI 已经足够强大的若干年之后啊，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究竟是必须由我来亲自回复的，而什么信息其实真的不需要我来操心，直接让 AI 帮我去聊就好了。而又是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值得我去花更多的时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微信里未来都拥有了一个小白，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处理真正重要的关系呢？我知道很多朋友看到这儿很急啊，迫不及待的想要体验一下小白，但你们先别急。虽然我们以前的项目大部分都是开源的，但这次的 AI 微信牵扯到了一系列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万一有人拿他去做诈骗骗人怎么办？退一步讲，某一个观众小伙子用 AI 来聊天，甚至用虚假的人设知识库谈成恋爱，是不是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诈骗呢？因此我们只在朋友间开启了小范围的内测，至于后半部分私人助理功能也涉及了隐私中最为敏感的聊天记录。个人助理全知全能的代价是聊天记录的公开透明。我目前都是调用各个厂的大模型 API， 大家反思一下自己的聊天记录真的适合发给厂商们拿去训练吗？所以小白的归宿只可能是本地化部署，安安静静的放在自己家的小盒子里才能放心。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有意思，求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已经有了更多好玩的 AI 项目在路上了。如果大家觉得微信还有什么蛋疼的地方可以用 AI 来改进，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